食得是福，穿得是禄，人人听到耳熟。江南百花鸡胜过食龙肉。而家大家见到嘅话咧，就系广州嘅四大名菜之一江南百花鸡啦。我咧都系曾经咧喺阿吴永浩啦，即系名厨啊吴永浩嘅慈善饭局里边咧食过两次嘅啫。今次咧专登咧，哎呀师傅咧就再整多次江南百花鸡咧，俾我嗰个 YouTube 频道咧可以再拍多一次嘅。睇下呢一个江南百花鸡几正。江南百花雞的出名就是它呢是雞不是雞，因為這一隻東西裡面呢師傅是拿了它的皮出來，跟住之後就釀了蝦膠在裡面，再加上了菊花打一個上湯芡，就成為了這個廣州的四大名菜之一江南百花雞了。我睇下呢一次咧，同我上次食嗰陣時咧，有冇出入先？仲要補充一點，係補充點咧？師傅，我哋成日嗰啲蝦膠釀什麼東西，就蝦膠釀魚肚、蝦膠釀青椒等等嗰啲啊。咁嗰個蝦膠釀到白花釀乜嘢？白花釀魚肚啊，白花釀豆腐啊，就係咁嚟啊！就係嚟自呢個菜啦。佢原先咧個名叫江南白花雞嘅，因為白菊花上面啊嘛。但係中國人咧好忌諱個白字嘅，同白都唔上台，所以咧白衣包嘅一個種咧，上海菜咧叫白衣包。白花蛇舌草咧叫白花蛇舌草。咁呢個咧亦都因應呢個規矩咧，白花雞叫白花雞。咁因為佢入邊蝦膠嚟啊嘛，唔係真係雞肉，所以咧以後。蝦膠咧就叫白花，哦，原來咁樣，來源一定係咁，一定係咁啊，係啊，我試下咯喎。咁我師傅，我睇下你呢一次咧同我上一次你喺慈善飯局嗰時有冇唔同？我想問係咪你菊花都食埋？食埋，食埋菊花，菊花明目啊！真係好正，正到不得了。